所以给他玩极速领域啊。那我要充电。哎、欸，我也是，我刚刚已经超快没电。有点那个木头的那个那一条，你拿不出去。快点快点，要多久？我跟你说要玩极速领域。计时。好，算了。你擦，你不是正在擦，为什么又算了？因还没好啊，因为不知道按哪里啊。按一下。哦，那里啊。你想说，我找不到地方按，好，来吧。